OK，第七題先。而家有兩種嘅 exponential graph， 有一種咧就係、是、y 等於 c 嘅 x 次方，係衝落嚟嘅。OK， 我哋話呢啲叫衝落嚟。另外一種咧就好似 y 等於 ax 咁樣係上緊去嘅，即係相反啦。簡單嚟講，好啦，你話俾我聽呢兩種唔同嘅 graph。佢哋嘅 base 有啲咩分別？一個正數一個負數。唔係，你呢個係咪答案？一個正數一個負數。A 係正數。A 係正數，即係大過零。咁個 C 就係負數啊？係。好啦，係錯得好離譜噶，係錯得好離譜噶。嗱，咁你小心。我哋講，我唔理你講係 exponential， 淨係講 log。是不是都有一樣東西叫 base 啊？是。是不是？即是、譬如啊 ,exponential 的就例如是 A 的 x 次方咯。那個 base 咪就是 A 咯。那如果講緊嘅是 log 的話呢，其實例如會有 log bx 這樣的寫法，那個 b 咪就是個 base 咯。嗯。是咯。而這兩個 base 呢，他們不是個名稱一樣 ,ok? 他們名稱就是一樣啦。其实他们的意思都是一样 ,ok, 即是在 exponential function 或者 log function 里面讲的那个 base 其实是同一样东西来的。记住什么呢 ?base must be positive, 一定是正数来的那些 base。ok, 好啦，所以呢你这里就错得很犀利了。你说我 C 是负数嘛 ,ok, 那么跟你讲回其实我们图里面那两种冲落嚟定爬紧上去，系真系可以令我哋睇到个 base， 但系咧唔系讲正定负，系讲大过一定系细过一 ，OK？ 咁但系我哋话个 c 唔净止细过一，佢系仲要大过零嘅，因为我哋话啲 base must be positive 啊嘛。好啦，咁所以。在第七题一二三四四个 statement 里面呢，那我们就知道三是正确而个四是错咯。纯粹看他们各自的 graph， 那条 curve 就已经知道三是啱，四是错。那所以呢该打交叉，然之后个 dog 打交叉。你要定的就一定二边个啱。好，我们看 statement one， 诶唔使啦，其实。你知唔知道二是点啊？二是啱 ，OK， 二是啱，咁所以答案咪二三，所以 catch 啦。好，咁但系我都想同你睇一睇一，我都想同你睇一睇一。好啦，而家我哋从图睇啦，其实 A 同 B 两个嘅 base 都系大过一嘅 ，OK。咁我哋而家当然知道佢系啱，我哋当然知道啊，唔系 ，sorry， 我哋当然知道佢系错吓。咁但系我哋其实如果真系就咁睇，点知咧？或者我哋点记咧？边个斜啲？边个斜啲？嗱，边个大啲？嗱，如果我自己咧，其实讲真，我自己都冇专登去记嘅吓，因为其实你 exponential graph 啦，或者 log graph 啦，其实系有四种唔同嘅情况嘅。如果喺咁样考虑 base 嘅大小嘅话，咁我就唔记嘅，我就会咁样做。即系如果你记到，当然冇问题啦。我会当呢条直线叫一，我会当呢条直线叫一。咁如果系嘅话，呢两个 y 坐标其实分别系几多？呢两个 y 坐标咪应该系 a 嘅一次方同 b 嘅一次方咯，系咪啊？哦，嗯，系啊，啊系啦，即系 a 嘅一次方啦，同埋 b 嘅一次方咯，因为你代个 x 系一啊嘛。嗯。吓，咁从图睇好明显个 b 咪大过个 a 咯。嗯。我就会咁样去记嘅，即或者咁样去揾翻出嚟啦，就唔记啦。第七题可唔可以？嗯，可唔可以？同埋而家你喺度听紧咧，其实你有冇写翻落去噶？有，系咪噶？系，顺利啦，顺利啦。啊，迟啲啊，我哋见到面嘅时间，等我 check 一 check 你本书先啊。好，第九题，你话老师同你做过呢一题，系吓。但是你做不做得翻俾我看，或者你记唔记得老师嘅做法会系点？y 等于 mx 加 c 先。y 等于 mx 加 c 先，吓，咁你讲乜我写咩噶咯？系
log 3y 等于计紧系咪？二 x 加四系之后咧？之后三嘅二 x 加四次方等于 y等于三嘅二 x 加四。咦 ？OK 吓，你识得喺呢一步去呢一步喎？但我之前不是，是他讲了我才发觉是可以这样，即是计了，即是计了很久。即是以为即没想过是这样。其实是这样的。即是那些 base 你知道它很难。嗯，那我们做完这一题先，做完这一题先。好了，那之后呢，再之后呢，之后他要我们找个 N。他要我们找一条式里面的 N。三的二次方在 x 次方，三的二次方的 x 次方，是之后呢乘三的四次方，乘三的四次方。嗯哼，是你现在刚想还是你记得老师这样做？是我记得。 OK， 那你如果之后有类似的，你懂不懂这样做出来？懂的，应该懂的。应该好，答案是怎样做？C 咯。是的， C 咯。是啊，好，我俾我嘅组合俾你睇，嗯，即系我系唔会，即系我未必会咁做嘅，即系呢一条嚟讲咁样做 OK 嘅，吓呢一条咁样做 OK 嘅，不过我想俾一俾我嘅组合俾你睇，吓，因为我而家呢个即系我嚟紧嗰个做法咧，系对于啲难嘅题目都做到嘅。好啦，麻烦你讲呢两点嘅坐标俾我听。零四啦，零四啦。负二零，负二零啦，系咪？好啦，呢度其实我哋不如睇零四先啦。零四，小心啦，佢讲嘅系 when x 等于零嘅时间系 log y 等于四，系咪啊？系。小心啦，佢嗰个四唔系个 y 系四，系 log y 系四。OK， 呢个你要好留意。有阵时我哋好乱嘅。好啦，咁由呢条式，你话唔话到俾我听个 y 即系几多？三个四次方，三个四次方 ，OK， 咁呢度即系八一啦，揿计数机，好啦，而然之后我哋而家睇咧就系负二零嘅呢一点，咁即系 when x 等于负二嘅时间，个 log 三 y 就等于零啦，好啦，咁即系个 y 系几多？反而呢个唔识，一咯，一，即系三嘅零次方啊嘛，系嘛？系，即系一啦。好啦，咁其实呢意思系咩呢？原来我哋咁样做法呢可以搵到两组嘅 xy， 分别系零逗号八廿一同埋负二逗号一。OK， 去到呢度可唔可以？嗯，好啦，如果我将零逗号八廿一代落去原先佢俾嘅 xy 呢个关系式嘅话，我哋会有条咁嘅算式，就系八十一等于 m。乘 n 的零次方，咁所以个 m 咪八一咯。而第二组我哋会有嘅系一等于 m 乘 n 的负二次方。嗯 ，OK， 咁所以我哋就会有 n 的二次方等于八一，咁 n 咪就系九咯。嗯，得唔得？嗯，嗱，咁当然啦。如果以呢一题嚟讲咧，你就会觉得呢个方法系好烦嘅，系咯，嗬，系嘛？系。啊、但是有一类是比较困难的数呢、我们就会很庆幸我们懂这个方法了。OK， 那、不过我可能要少少时间先找到那一类数出来。我现在其实同一时间抄紧 past paper、啊。因为我说有两类比较难的数想跟你讲一讲、啊。就 past paper 都有的当然就。好了、而现在呢就想跟你看一看。log 先，因為其實 exponential 我哋就之前嚇、見面嘅時間其實都已經講完噶啦 ，OK？ 嗯，啊，我想問 change base formula 你 O 唔 OK 啊 ？log 嘅 change base formula， 知唔知邊條？即係轉 base 啊？唔知，即係 log 十二 over log 三咁樣。係啩？即係呢個啊？識唔識背公式？哦 ，log b over log a。log b over log a， 好啦，咁个 base 咧系 a， 个 base 咧个 base 系咩啊？吓，咁个 base 咧，即系个 log 嘅 base 系几多？a 咯，即系咁啊？唔系，系十十，
即系唔写，咁就系十啦。系。OK， 好啦，嗱，我哋话呢条 change base formula 咧，其实新嘅嗰个 base 咧系 arbitrary 嘅，即系任意嘅 base 都可以嘅。啊。OK， 个 base 系你想系几多都得。咁当然啦，你话咁十得唔得？咁十梗系得啦。咁但系有阵时候我哋未必会拣十嘅。咁当然系因为题目嘅要求啊，咁嗰啲啦。OK， 仲揾到添。好啦，咁呢个你要记住啦 ，change base formula。好，我想同你睇一睇，睇下先廿四。同埋嗱，呢个系你嘅书嘅。我想问你。你自己冇做練習啫，咁學即係呢啲學校有冇俾功課，即係俾你做功課？有。啊，咁譬如呢條有冇做過？冇。你仍然都係唔會查啦，係咪？唔係，佢未做到咁厚咯。哦 ，OK。咁我哋而家做噶咯喎，咁你好查咗佢咯喎。哦。OK。好，廿四。嗱，呢一啲咧係校內考試好中意出嘅。校內考試好中意出嘅，咁你睇一睇啦。咁你見過未啊？呢一類見過，見過嚇。落三成，落二成，落二。哇！落三成，落二成，落二。你係咪講呢樣嘢啊？係。唔係加成，加成。點啊？点啊？咦，好似唔系喎。改点啊？我唔记得咗。直头唔记得咗。喂，呢度你啱啱教完嘅啫。系。啊，即系学校仲做紧练习嘅喎。系咯，唔记得咗。OK。呢一度我之前可能系即系最后见面嗰一堂同你提过少少嘅，就系啲 lock 嘅 property 啦。lock properties 嚇，咁就話係真係好容易會撈亂咗噶，小心啦！你呢個係當然係錯啦，錯得好誇張添。其實我哋應該係將個十二化成咩咧？三乘二嘅二次方係咪？啊，係係係，呢個係冇錯嘅。嗱，你搞清楚，而家我寫嗰部，其實我冇用到 lock properties 嘅，我只不過將個十二嘅寫法即係改變咗啫嘛。之後下一步我先用 lock property， 就係變成為咁。OK， 而我哋寫嗰啲 properties theorem 嘅時間咧，我哋通常係會咁寫嘅，兩個 log 相加變一個 log 相乘。咁當然而家我哋用嘅時間，我哋係倒轉用嘅。OK， 但係如果睇書嘅話，好多時 property 係會咁寫嘅，即係兩個 log 相加變一個 log 相乘。你要搞清楚，我哋係冇兩個。log 即係一個 log 入邊相加變兩個 log 相乘嘅，係冇呢樣嘢嘅。呢個你千萬要搞清楚。OK， 又或者有陣時呢一度咧，同學係會自己發揮佢自己嘅創意嘅嚇。有好多我哋從來諗都冇諗過嘅 property 咧，好多時同學就會寫到出嚟噶。OK， 咁就記住係冇呢啲嘢嘅。OK， 好。咁下一步咧，而下一步咧個 log 三當然我哋知係幾多啦，不過我哋唔寫住。我哋會將呢一個二原先係次方嚟嘅，就拉咗去前邊做 coefficient。呢條係亦都係一條最常用 log 相關嘅 property。OK， 呢一個咧就好少同學會搞亂啦。這個通常都用得啱嘅。log 裏邊嗰個數如果係有個 power 嘅話咧，那個 power 可以拉去前邊做 coefficient。好，咁所以咧個零個 log 三就係零點五啦。然之後個 log 二就係零點三啦。所以答案是 1.1 的。不過如果真的做的話，這裡我們似乎應該是要給個蛇仔去的，可以嗎？好，那你試一下個 B part。 做完嗎？就來負 0.6。 你的答案是負 0.6 是嗎？是。你咦，計數機有沒有在這裡？有。你幫我按一按機，直接按這個，但是原來我是沒有計數機在這裡，你等一等我。 Hello， Hello， 好，你按了計數機嗎？按了。多少答案？負 0.52823777。 OK， 那差不多了，是吧？好，我想問呢，即既然拿起部機上手，這個你懂不懂按？逗號。
啊，即係譬如呢、這、一個你識撳㗎係嘛？係。即係 lock， 你撳 lock 咧，佢就自動幫你開佢好嘅。咁之後就三啦，逗號九咁樣啦，係咪？嗯。咁你知唔知呢個答案係幾多？如果唔撳機嘅話，二咯。啊 ，OK， good 嚇、啊，記住啦 ，lock 其實佢出個答案係咩意思？就係講譬如啦，裏邊嗰個九其實係三嘅幾多次方。它的 log 就是那個次方，因 為, 3, 因為9是3的二次方，所以答案就出了2，這樣的意思、嗯、就是、啊、如果你呢，即是它的意思， log 的意思就是、啊、如果你將那個9呢變成為、exponential form、啊、就會是3的多少次方呢，就是3的二次方， OK， 這個就是 log 的意思、嗯、沒問題啦，是不是、嗯、好、嗯、我想你做一做36和37，有沒有你話 你有寫嘛，係咪一路？係。咁有冇畫題號啊？啊，未。嗯，你寫本你寫翻本簿度啊嘛，係嘛？係。啊，你唔係寫喺嗰個書上邊啊嘛？唔係。嗯，咁繼續畫題號啦。好，36。log 二，誒，等陣。咁耐嘅點解做 ？log 二 A 咯。log 唔係 log 二 A 二次。OK。log 二 A 二次。定系二系个 base 二 A 二次啊，唔系等阵，一一哦，咁啊点解咧？争咁远嘅答案位啊？点解啊？系去除咯，相减去除。O K 系咯，即系答案几多我唔知啊，我冇心算啦吓、啊，就咁嘅。第一步其实我哋系会将嗰个四就放翻入去里边啊嘛。我哋会将个四放翻喺后边做个次方。咁、我想问开方 A 即系 A 嘅几多次方？一 over 二。一 over 二。咁所以一 over 二即系之后再四次方啦，系咪？系。吓、啊，咁我呢度写多少少啦。前面我一路 keep 住唔喐佢。咁之后呢度咪变咗做 A 嘅二次方咯。之后两个 log 相减变一个 log 就相除。咁所以嘅 A square 会上下冇咗，就变咗 log 二二嘅。咁 log 二二咪一咯，嚇、啊！你個步驟係咪類似都係咁？嗯。咁啊寫咁耐嘅喂。O、okay, K， 好。因為我頭先嚇，頭先減咗，我除咗，即係錯咗。即係你兩個 log 相減變一個 log 相減啊？即係我就咁減，我將嗰二次方擺咗前面減，但係跟住抽 common factor 就抽唔到，即係計唔到。即係做錯啦，簡單啲嚟講。係。好，好。37，同埋今節嘅 Zoom 咧，唔知點解佢有限時，咁所以可能做完呢一題，我哋出一出去再入翻嚟。嗯。OK， 咁到時我會再喺 WhatsApp send 條新嘅 link 俾你。嗯。啊，做埋37先啦。廿，唔係，誒，係未做。三。三。OK。係。咁啊，我睇下啦。好，首先就咁啦，係咪？三。之后就咁啦，系嘛？系，咦系？咦 ？OK， 咦咩先？我冇写成负三。哦，唔紧要，唔紧要，即系你可能个负号去咗中间个加嗰度，系咪？唔系，我就咁留一 over a cube。哦 ，OK，OK， 好啦，嗱，咁冇乜所谓嘅。之后咧，我哋系咪应该咁样相乘啊？系。头先你话答案系三喎，嗬？系。OK。咁如果下一步系咪应该咁啊？系。揿机啊？或者你知唔知呢个答案几多？五。五。揿机。六啊。六。OK 啊，因为如果我哋真系要唔揿机要自己做嘅话咧，其实九嘅三次方系三嘅六次方，咁咪六咯。OK、嗯。咁就。我知唔解啦。你边度错啊？我估系第一步。九嘅三次方系27咯，唔系系唔小心。哦，即九啊三次方系廿七，系，嗯，即系系咯，九九都八十一啦，系咪？OK，OK， 好啦，我谂我哋出一出翻去先啦，因为费事一阵讲嗰下无啦啦断咗。嗯 ，OK， 我转头 send 条 link 俾你。嗯，睇下做唔做到啦，你试一试。四。诶，好，麻烦你试下嗱，你话个 X 答案系四啦。你試下幫我用計數機 check 一 check 個答案啱唔啱 ？OK， 係五咯。係 ，hello。計出嚟個答案係五咯，即係撳出嚟。即係啱啦，係咪？係。OK，
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点做啊？将x 嘅 x 加一次方等于 x 嘅五次方。OK， 将 x 嘅 x 加一次方等于 x 嘅五次方。系。咁所以 x 加就等于五啦。系。咁所以 x 咪就系四咯，系咪？系。咦？呢、這个做法三步做完噶咯喎。系。系嘛？系。OK， 其实可以两步做完。吓？系啊，可以两步做完噶啦，其实系点咧？喂，其实我系咪可以将呢个次方拉去前边啊？系吓，咁就 x 加一啦，系咪？前边，嗯，咁 log x x 系几多？呢一个系几多？一咯，系咯，呢个一嚟噶嘛？咁 x 咪四咯。OK， 不过你个做法都好 OK 噶啦。嗯 ，OK 吓，都真系好 OK 噶啦。好，我想问譬如第四廿二。譬如第四廿二、四廿三嗰啲咧，啊嗰度未教啊？系哦，应该下个礼拜咯。哦，即系哦，就 application 嗰度未教。嗱，其实咧，其实一般书咧就会有两个例子嘅，起码吓、啊、一个就系四廿二、四廿三啦，就 sound intensity， 即系讲分贝啊，吓声音嘅强度吓，咁、啊、佢就有俾公式嘅，咁呢度佢冇俾啦，其实。前面三部有嘅，另外一種咧就係呢一個嚇地震，尼克特製幾多級啊？嚇個地震幾多級？咁一般就會講呢兩個，咁你翻去聽下啦嚇，你翻去聽下啦。咁不過我哋一般嘅認為就係呢一度公開試係唔會考嘅嚇，即係呢兩個例子啊嚇，公開試係唔會考嘅。OK， 咁啊當然application 係有機會考啦。但就未必是这两个。Okay? 这两个最主要是给你、知道、啊、原来譬如 log 或者 exponential 可以这样去应用。Okay? 可以这样去应用的。Okay? 好了，这里看少少。刚才我们一路做呢，是不是除了说 application 那一道你是未教的，其余一般都教了。还有就是刚才那个 graph 上或者落那个未教，即是没有做过那些题目。但系即系咁教咗未啊？应该未。哦 ，OK。但系直线嗰个就教咗。系。OK， 直线嗰个教咗，但系 exponential graph 就未教。OK。系。咁嗰度我使唔使再同你讲多少少咧？如果系嗯，咩呢间先啦，咩呢间先？好，呢度我哋睇两题，56、57。你话俾我听，56第一步你会点做？将九变成三嘅二次方，56，咁你就话系咯，咪就系将九变成三嘅二次方咯。啊，咁之后咧，你系将四变成二嘅二次方啦，系咪？系。咁之后咧，咁之后咧，之后 log 咯。之后 log， 咁点解唔直接 log 咧？系，即系你想转 base， 即系你想将个三九变成三嘅二次方，四变成二嘅二次方。其实你的做法是想着希望将两个 base 变成一样的嘛。是。但你发觉原来是变不到的。啊、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直接就 tick log 了、啊。直接 tick log， 那是不是变成这样、啊、嗯。就是 tick 完 log， 那其实原先在次方那两个位置的数字可以搬去 log 前面做 coefficient， 做相乘。嗯。OK， 这里你试下这里做下去。你试下在这里做下去、啊。就跟我讲回个 x 你计到是多少。2.39，因为它有三个 SF 啦，咁就2.39。好啦，麻烦你试下将我答案代翻落去调式左减右，左减右睇下系点啦。好似唔啱。我唔知喎、啊，你揿咗未啊？你揿咗未啊？未。嗯，你试下揿。啊，唔系，计错咗。O K。错咗系咪？1.53。我唔知道啊，我都系都系嗰句嘅啫，即系代去揿下睇下左减右灵唔灵咯。你呢两个唔同嘅答案系因为揿机嘅问题，揿机出错。嗯，而家你系咪试紧左减右啊？系。嗯，唔系、啊。咁你不如试下揿第三次，睇下有冇第三个答案。睇下先。哦，我知点解。揿机问题。抽 compact 问题咯。抽 common factor 問題 ，OK， 有冇答案？係咁緊，啊係1.74。
1.74, 咁就啱啦。系。O K。咁啊？咦？1.74唔啱喎。吓？唔啱喎。你使唔使再代翻落去左减右？唔啱啊，应该1.72喎。咁似乎你唔系睇错啦，系咪？你部机真系 show 1.74噶嘛？应该系嘛？系。喂，咁你仍然要再揿过喎、哦？你仍然要再揿过喎、哦？因为你仍然系未揿到个答案出嚟喎、哦。嗯。系咯。咦？哦，原来我之前冇帮你开过个 page 嘅。即系摆啲嘢上网啊，计到啦，唔系噶，好，你读埋俾我听。系1.721057054。系啊，揿到啦，然之后叫你咁读埋俾我听。哎呀，我揿走咗啦，咁 ，OK， 系啦，嗱，就系呢一个吓，三个都系揿错机啦，原来系，都系揿错机啦，系嘛？系，即系我唔系唔识计，我揿错机啫。OK， 吓，系咯，咁啊，小心啲，即系。嗯Factorize 係咯，即係如果你要寫嘅話，下一步你可能會寫呢一個嘅啊，亦都係啦。當然我係跳咗啲步驟啦，可能即係在你嚟睇嚇。咁、之後就即係份一個份數份子係左右邊，份母係左邊嗰個括號咯，就相除咁啊，已經係答案嚟嘅啦嚇，就係咁。好嗱我哋做57之前咧，我哋想睇一睇，我想睇一睇54嗱，唔係叫你做。望完题目未？望完。54嘅做法会系点咧？就真系将个四变成为二嘅二次方，将个八变成为二嘅三次方咁样去做嘅啫。而个55都系啦。望一望题目要做嘅话，只不过将个减五就加过去右手边，变成为16，再将个二啊除过去，咁就会得出乜嘢咧？三嘅 x 减一次方等于8。嗯，跟唔跟到？嗯。之后就做噶啦。行不行？嗯，现在看57有没有查题号啊？有。嗯，OK， 57你试下做。是不是可以乘过去的？三可以乘去那个x 减一落二。乘过去的意思是？即乘入去。乘入去变成为个次方？是。啊，应该可以的，应该可以。11/8。我多一句啦，我唔知啊，你代翻落去睇一睇系咪11/8啊？系。哦 ，OK， 你再代翻落去。好奇怪。唔啱。系应该唔系。但系你可唔可以同我讲你点做？你第一步点做？我将二变成 x 减一 log 二啦，之后加五乘 x log 二。你讲一次，点做啊？三乘 x 减一 log 二加五乘 x log 二等于一。这个不行的，我们 log property 是没有这个的，我们 log property 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嗯，你想清楚，是的，有这个东西的吗？没有。似乎是真的没有这个东西的，所以你用的这个方法是有问题的，是的，应该怎么算呢？即是做法不是这样，应该怎么做？我给你提示你。其实第一步抽 common factor 啊，系我记得，嗯哼，系咪抽二 x 啊？抽二 x 或者二嘅 x 减一次，嗯，哦，计到啦 ，OK， 计到系咪？嗯，记得-42.7 exactly 啊，唔系-42.70 ，OK， 你试下代翻落去，即系睇下系咪等于翻右手边个一啦，系咪 ？OK， 得，嗱，呢个你要记住，头先你一开始。第一個方法呢，你是想說這個 term 我給個 log 它，你是這個意思嘛，這裡我給個 log 它，是這樣是不行的，我們沒有這個 property 的，OK？ 嗯，即我們這個 equation， 正常我們做某個 operation， 做某個算，即某個運算，我們是要兩邊一起做，所以你的意思似乎是我兩邊都寫個 log 給它？即係你個諗法嚇，可能就話兩邊俾個 log 佢，咁如果係呢邊俾 log 一，咁就係零啦。首先嚇，呢個問題冇嘅。個問題就係你呢一度係冇得化簡嘅。嗯。啊，因為記住啦，一個 log 相加唔會變咗兩個 log 相乘定唔知點嚇，定係個 log 就咁拆括號之類處理冇，完全冇。咁所以就唔係咁做嚇。嗱，呢個你要真係好小心啦嚇。
創意不是咁用嘅。OK， 咁就係、是、譬如我抽 common factor 啦，我哋抽二嘅 x 次方又得，抽二嘅 x 減一次方又得。你拉尾抽乜嘢？二 x 咯。哦，二 x， 咁我抽二 x 減一啦，即係包拗頸。好，咁而如果係嘅話咧，你就會叻知道前面第一個係三啦，而後邊嗰個其實係十嚟嘅，知唔知點解後邊嗰個係十？唔知。OK， 啊，咪就因為你後邊嗰一個呢一、這個，我哋話我哋轉頭夾硬抽二嘅 x 減一次方啊嘛，咁但係二嘅 x 次方咪再乘個二嘅一次方咯，所以抽 common factor 嘅時間抽走咗呢一個，剩翻二嘅一次方就同個五再相乘變十咯。咁、啊、所以就二嘅 x 減一次方就等於一 over 十三，咁你撳機啊，再加翻一個去咧，就會負二點七噶啦，二點七零。嗯，記住啦，個零係要寫嘅。嗯，因為係三個 sf 咯，可唔可以？嗯、可以啦，係咪？好嗱，嗯，點咧？圖你學校圖你未講嘅，做但係 change base formula 就已經教咗啦嘛，係咪？係。Change base formula 教咗，好，咁我同你做六十六十。啊，同埋咧，我啱啱 WhatsApp 嗰度我 send 咗條 link 俾你，咁你如果想睇翻我哋上堂嗰啲嘢咧，你就可以click 嗰條 link， 咁就去到噶啦。OK。嗯。哦，但係可啊、哦、，sorry， 我可能之後再 send 一個新嘅 link 俾你，我啱嗰度影錯少少。嗯。而 change base formula 頭先我哋提過點做啦，係咪？嗯。是不是做这几题、啊、哦 sorry， 你不知道做哪题、哦、61 如果有困难可以跟我说、嗯、即是没有了是不是、没有是不是要通分母通分母通分母61 即都是那个61、啊、现在我做通分母啊、不如你話同我講你第一步點做？log a b square over log 二減 log a 二 b 二 over log 四。哇！你講一次啊，我真係要抄一抄喎。log a b square 唔係 a 唔係淨係 b square 係。即係咁。跟住係之後 over log 二。over log 二。之後減 log a b 成個 square 咯。成個 square。係。就 over log 四，所以就会问系咪通分母啦？即系又系喎。如果系嘅话，如果唔通分母，真系唔知点做啊！首先系唔系咧？啊，首先咩啊？除除？OK， 你会留意到嗰两个 log 嘅 base 系唔同啦。系。咁即系要用 change base formula 啦。咁当然系合理啦，系咪？但系你而家做法系两个都转 base。你的做法是兩個都轉 base， 而將兩個 log 的 base 都變成為十，咁似乎是未必需要的。嗯。咁如果是的話，咁唔咁做可以點做？淨係轉後面嗰個。淨係轉後邊嗰個，轉成為 base 乜嘢？二咯。嗯哼，你試下咁做。嚇。試下咁做。OK。我 send 一條新嘅 link 俾你，即係嗰、那個擺上網，即係將啲資料。嚇！但係點轉？哦 ，OK， 好。嗱，咁係咁啦，咁我。当是例题做给你看好不好、嗯、其实呢你刚刚这个做法呢都不是做不到的、啊、都不是做不到的、啊、那我给了我一个你看看先好了如果我们真的只是将后面那个转 base、转成为 E 好了那不变的就是是不是都是 AB 的二次方、嗯、而下面是不是 log 二四嗱，你睇清楚，你明唔明點解呢個會係咁啊？明明好明，你試下繼續做，明你試下呢個繼續做。同埋個 log 二四知唔知係幾多？二咯。嚇、啊，你冇撳機噶嘛？冇。OK， 好，你試下喺呢度繼續做。我去洗手間先。嗯。咁你繼續做咯喎。嗯。Hello。Hello。做完未？未。啊 ，OK， 但系落到笔嘅，得啩？我唔知道系咯，所有到笔嘅，唔知啱唔啱啫。你下一步系咪都系通分母？系。而你通分母可能就系咁嘅。嗯。呢个你都一样。嗯。
下面有一个 over 二啦，有得咩？未啊。嗯哼，咁你继续做，睇下做到就俾个答案我啦。六二 B 二 over 二，但呢个唔系答案嚟嘅。哦，即系未完系咪？系。好，咁我唔讲住啦。六四 B 二系咪噶？六系四 B 二啊？咁啊？系。但系点解个 base 会转到四嘅？我想问。乘上去咯。唔系，你个 log 嘅 base 系几多？本身系二咯。而家变咗四。系。然之后入边系几多话 ？B 嘅二次方。系。你点做到咁啊？我想问。都系减咗上面。但系我想问我第三步呢一行你有冇噶？有。完全一样。系。咁我想问，如果系嘅话，嗱，我查咗你个答案先。咁我想问，如果系话你下一步唔系应该系咁嘅咩？系。系啊，而然之后咧，之后哦，然之后你再你再咁样做，哦，咦，我唔知道，即之后你变成为呢一个，系嘛？头先你个答案你咪讲呢一个，系啊，但系你真系咁做噶？唔系啊，我唔知点解成咗个二上去嗰个 base 嗰度，哦，唔得噶，系吓，唔得嘅，唔得嘅，唔得嘅。啊、我知道我知道 log 二 B 咯。咦，或者你有个新嘅答案就系 log 二 B 咁样样。对，系。O、okay, K， 但系你又点做到呢一个咧？如果系嘅话，约咗个二咯。即系喺呢一步。系。O K。log 二 B 呢个答案啱唔啱 ？log 二 B 嘅答案系啱嘅。好啦，咁但系我哋又歪翻带。頭先喺去到呢一步嘅時間，咁我就話啦，首先你有呢一步啦，係咪？我哋轉 base 啦，然之後我問你啦，如果係下一步你係咪都係通訓舞？你話係啊嘛，係咪？嗯，其實係唔使通訓舞嘅。OK， 我哋睇一睇呢一度，其實係唔使通訓舞。咁點做啊？哦，你都見到個二可以變成為二分之一啦，係咪？嗯。咁所以前面嗰個我哋照寫，而後邊嗰個變咗做呢一個嘅。分母个二冇咗，分子个 log 里边个二次方亦都系冇咗。哦，吓？呢个睇唔睇到点解啊？因为我将佢写成为二分之一 log a b 嘅二次方。哦，我知啦。再将个二分之一搬上上面做二分之一次方，咁咪变咗 a b 咯。嗯。见到啦，嗬。好啦，喂，咁、如果系下一步咪已经做完咯？系喎、哦。吓 ，OK， 即系因。因为你之后做的步骤其实很危险的全部都很容易会错的 OK 嗯、我想我不如这样因为可能你未是很熟不如我、做63给你看我做63给你看还有、做完63我就跟你讲回我刚刚一开始上堂的时间我说有几题 MC 想跟你看一看、咁不過可能就睇唔曬兩種，起碼睇一種先啦。因為 log graph 你話其實係未教啊嘛。係。啊唔係 ，sorry， 你係 exponential graph 未教 ，log graph 未教定係兩個未？曲線嗰、那個。咩？曲線嗰、那個。即係 exponential graph 都未教嘅。係。但 log graph 係點啊？咁一開始你又話咩嘅？一開始你又話做咗第六題 MC 嘅。但係我唔知喎、啊。但真係做咗。log graph 是这样的咯，32题。哦，那未教。啊，这个是 DSE 100年。听不到？教直线那只咯。教直线那只。那即是其实刚才我们讲书第六题，其实你是教未呢？其实。MC 那题。是咯，第六题 MC 咯。定是第几题？第六题咯。第九题。第九题。啊、第九题那题做了，因为它是直线去做教，就是讲了直线那些。那第七题呢？未教哦、oh, ，OK， 好啦，唔紧要，好，咁我不如做第六十三题俾你睇 ，OK。不过咧，你又要留意啦，其实 log 咧喺公开试咧就出得唔多嘅，好多时就 MC 啦 ，MC 一两题啦，咁就系咯，同埋Pair One CQ 都会有嘅，但系就比较少系独立出咯。很多時候他是扔其他 chapter 去出的、okay? 所以其實他不算很重要的如果以考試來說就不算很重要、
因為如果 MC 嘅話，好多時候我哋都係睇圖或者撳計數機都好，即係好多時候可以解決到。好啦，我六啊三啦，六啊三。咁當然你見到有三個 terms 相加啦，而嗰三個 terms 咧個 log 嘅 base 都係唔一樣嘅。咁所以你要化簡咧，你又要將佢哋變曬做 same base。好，俾你揸主意，我哋變曬做咩 base 好啲？一 over 四。O K， O K， 嗯，好啊，好啊，嗯，咁讲到明碑揸主意啊嘛，系咪？我冇理话，嗯 ，well， 其实都系唔好啦，咁啊，好，嗱，睇住啦，我会咁写，哎呀，个三字喺度先啦，算啦，个 change base formula 其实你都背到噶，系咪？系，嗯，即系如果你背到，我就唔俾所谓方法你去背啦。好，麻烦帮我揿机，呢两个系几多？幾多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誒，做咩事啊？頭先唔知佢突然間 end 咗咯。哦 ，OK， 咁但係你而家係用電話？電腦唔係 iPad。哦 ，OK，OK， 係因為我見你 login 個 account 唔同。好，你聽到邊啊？頭先就係嗰個 base 嗰度咯，就係即係即係呢度寫到呢。哦，就係寫到呢度，好啦。如果就话啦，啊，麻烦你帮我将 high 嗰两个揿机，睇下答案几多？负一点五啊。即系负一啊。系。另外一个咧？负一。负一 ，OK。嗱，而之后我就会写啦，睇住啦噃。中间个加变减啦，而然之后变成为呢、這、一个，呢度系运算嚟嘅啫。呢两个可唔可以？可以。吓、啊，即系唔可以嘅咪揿计数机咯。即是你三除负一点五，他就说你听是负二来的。OK， 好，之后好了，时间关系我不写那么多了，我这样写看看你可不可以了，行不行？得啊。得啊，是不是？那答案即是几多？不是。不得。是。好，那我写多一行呢，不要紧。这行应该 OK 了，是不是？嗯。看多一次下面那行，那现在 O 不 OK？唔 OK 啊？点解噶 ？OK， 都系唔 OK。系 OK， 咁相减啊嘛，咁咪除咯。嗯，总之加嗰啲系写份子，减嗰啲咪写份母咯。特边就加。前边呢一个唔系减，咁咪加咯，咁咪写份子咯。咁呢一个系减嘅，咁诶，即系佢前面个 lock 前面个符号系减啊嘛。啊，咁所以咪写份母咯。OK。得唔得？嗱，即系跟到先好啊。好啦，咁如果系嘅话，咁答案即系几多？一咯，唔系。唔系咁系点？零咯。你揿计数机？系。OK， 吓，即系咧，你 log 一咪就系零咯。吓，不论你个 base 系咩都好，吓，总之系可以嘅 base 就必定系零噶啦。嗯。啊，咁就唔使揿计数机嘅。OK。嗯，好啦，嗱，我哋争取时间，嗱，先睇翻嗰一题，即系我话，即系你叫做学咗啦，即系transform 变直线嘅嗰一啲，即系48，我哋睇48，我哋睇48。而呢一条咧，其实系同类型嚟讲系最难嘅，难嘅原因系因为点解你估？吓？难嘅原因，呢条其实系难嘅，呢一条难嘅原因系因为呢两个系 log， 而佢哋嘅 base 系唔同。嗯 ，OK。而佢俾嘅資料啊，個 horizontal intercept 係二啦，而個 slope 係4/3，見唔見到呢一啲資料？嗯，好。你仲記唔記得頭先我哋做嗰條 MC 嘅時間，我個做法係乜嘢嘢？仲記唔記得我嗰個做法係點樣樣？咁當然可以唔記得嘅，唔記得咗。你可以唔記得嘅，有少少失望啫。OK， 好嗱，我嘅做法係，譬如佢俾一點二我哋咧，其實呢個二咪即係二竇好零咯。嗯，嚇，我嘅做法係點咧？哦，咁即係佢嘅意思 ，when log 四 x 等於二嘅時間，個 log 八 y 就會等於零，係唔係咁嘅意思？如果係嘅話，個 x 即係幾多？十六系啦，四嘅二次方咯，即系十六。咁个 y 对应应该系几多？零咯，唔系吓吓
金堂我答过几次噶咯，而刚刚上一题佢系咯，啱上一题最尾咪你自己揿机揿咗呢一个咯，系咯，啊 log 系几多咧 ？log 一咪零咯，啊咁 log 咩系零咧？咪就一咯。OK， 好啦，喂，咁所以我哋系咪有一组 x y？ 嗯，吓，我哋有一组 x y， 咁而家佢话 y 同 x 嘅关系系呢一个啊嘛，咁我哋咪将呢一组 x y 代落去咯。咁咪 a 乘十六嘅 k 次方等于一咯。嗯，吓，咁呢度似乎，诶，咁我哋好似都计唔到，即系都筛选唔到答案，筛选到答案，有啲 A、B、C、D options， 筛唔筛选到啲答案走？筛选唔到。冇啊，其实即系都系要揿计数机啦，系咪？系。啊。咁其實應該篩走到啲嘅，起碼個 C 已經唔會啦。嗯，即係你四乘十六嘅二次方，一零二四嚟噶嘛，咁點會係一咧？嗯，阿 B 咯。B 係可以篩走定點？係答案。B 係答案，咁 A 同 D 你有冇 check 過？冇。哦 ，OK， 嗯，好，即係起碼要 check 一 check 先啦，係嘛？喂 ，A 可以喎、啊，你睇下 A 系咪可以 ？A 系喎 ，A 可以。嗱 ，C 系唔得嘅 ，C 系唔得 ，sorry，Doc 系唔得嘅 ，Doc 系唔得嘅。好，咁所以起码我哋知道可能嘅答案系 A、B， 咁 C、D 我哋肯定唔会撞噶啦，就算系，得唔得？嗯。而然之后，题目里边俾嘅资料 slope 我哋系未用嘅 ，slope 我哋系未用嘅，咁我哋会点用咧？其实我哋呢度系会尝试揾翻呢一点出嚟，嗯，我哋会尝试揾翻呢一点，咁点揾啊？呢度咪零逗号 C 啦，系咪？嗯，咁咧，如果系嘅话咧，咁我哋会点计？我哋会咁样计 ，C 减零 over 零减二等于四 over 三，咁啊计到啊 C 系负八 over 三噶啦，嗯，好啦，咁之后咧，我哋就去亦都重复做翻上边嘅嗰个步骤。哦，咁即係 when log 4x 等於零嘅話咧，其實 log 8y 就會等於負八 over 三。意思即係 x 等於一嘅話咧，其實個 y 就會係八嘅負三，負八百三次方。OK， 咁呢個數其實就一 over 二五六嚟。OK， 咁而如果係嘅話咧，我哋會有 a 乘一嘅 k 次方就會等於一 over 二五六。咁所以答案咪 boy 咯。得唔得？哦 ，OK， 得啦。啊，因为一嘅 k 次方一嚟噶嘛，咁所以咪即系 a 等于 over 二五六咯。咁我哋筛走剩嘅 a 同 b 里边个 a 咪就系、是、即系 option B 里边嘅大 A 咪就 over 二五六咯。嗯 ，OK， 嗱呢一条咧、嗯，你可能见我写好多嘢啦。咁但系因为系要解释俾你听，所以会写咁多嘢吓、啊。如果我哋自己做嘅话咧，其实所需时间唔应该太多嘅。嗯，好啦，嗱。不过啊，唔知道你学校会唔会同你讲翻呢一类或者呢一题啦？吓，呢一类系点咧？即系直线 exponential 或者系polynomial 嘅一啲变翻做直线嘅 transformation， 而 log 系唔同 base 嘅呢一类数吓。有啲学校咧就照系点做咧？就同同你哋同原先你话个做法系一样。知唔知道我寫緊啲乜嘢？嗯，或者 M S 加 C 啦。啊，如果 C 點問咧、嗯，我哋就代咗個二零落去。小心啦，呢度代完係咁噶，得唔得？呢度可唔可以啊？嗯。啊，咁當然我哋揾到個 C 同我哋剛剛揾個負八 over 三係完全一樣啦。好啦，咁所以原來 X Y 嘅關係咧就係咁。OK。嗱，而然之後咧，因為呢兩個 log 嘅 base 係唔同，所以我哋係要轉 base。所以我哋係要轉 base， 咁同樣我哋只會將兩個 log 裏邊是打個轉嘅啫。我哋將是其中一個轉成為對方嗱，咁我當我轉成為四啦，咁對面唔喐住啊，咁而 log 四逗號八咧，其實就係一點五啦。咁所以下一步啊，似乎係咁，呢個得唔得？OK 係咪？好啦，全部約曬個二 over 三，全部都有二 over 三呢個 factor， 可唔可以？嚇、啊？呢部可唔可以？唔可以。嚇、啊，全部都有二 over 三啊嘛，咁咪除曬二 over 三去咯。哦、oh, ，OK。cancel out 曬嘅二 over 三，見到啦。嗯。好啦，最後一步啊，可能尾二啦，可能。
最大困難可能是後面那個 term 啦，將個四變成為 log 四四四啊 ，log 四四四係啦。嗯，呢個都可以。可以。啊，咁答案咪呢個咯。如果係嘅話，右手邊兩個 log 相減變一個 log 相除，之後兩邊都係 single log， 咪冇咗個 log 佢咯。嗯。呢步我跳咗少少步驟嘅，但係你跟唔跟到？嗯。嗱，咁所以咧，嗱四嘅四次方啊，就係二五六啦。咁所以。而個 k 咪即係個次方 x 嘅次方就有 k 咪即係二五竇咪又係 boy 咯。嗯，係咪所有步驟你都跟到？有啲唔知道，但係點樣變成二 over 三？你講係呢一個？嘅上一步啊，係嘅上一步，即係你即係上一步點樣變成下一步？好，因為你呢一個撳機係三 over 二啊嘛。係。咁你個三 over 二喺份模，你寫翻出去咪二 over 三咯。倒數啊嘛！哦哦，係喎係喎係喎，係咯，得唔得？啊，嗱，即係我呢度寫就六行左右啦，但係其實好多同學會做咗好多步，同埋中間好多地方係可以錯嘅。OK， 即係其實唔係真係咁容易做，或者未必真係做得咁呢度我叫寫得係短，即係比較短嘅啦已經。如果你問我，我覺得這一類最好就用翻頭先我個方法。嗯。而學校講呢一題嘅話，可能佢就會用而家你見到嘅呢一方法咯。咁我覺得就冇咁好嘅，因為又要轉 base 啦，又牽涉份數啦，嚇。咁嗰啲化簡啊之類之類就係咯，好多地方令你可以會錯，得唔得？嗯。嗱，你等陣先啊。